掀开经本，科判第二段，这个第一是前闼婆王长行第一句看起，佛慈前闼婆王啊，持国前闼婆王得自在方便摄一切众生解脱门。清凉大师注解不多，书里面讲初一即东方天王为摄受这福，逆顺多端，善巧应机，故名自在。向下也有十位天王表法，这个十位都是东方天王啊，也都是前闼婆王。持国天王就是我们佛门寺院当中诸位常常看到的四王天，这是四王天的第一位啊，东方。他表法从德号当中啊就能够显示出来，持是保持，国是国家，如何保持国家，我们看看他所修学的法门。他是得的自在方便摄一切众生解脱门，文里面重点是自在方便，东方天王一般表法了，他是表负责尽职，负责尽职里面就得自在，当然这里面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摄这一个字含着中国古人所说的做君做亲做事，以这三个原则摄受教化一切众生王的职责，是保护这个国家了。
我们在造像里面看到他表法的意趣，他拿的道具是乐器，弦乐器，通常我们看到他拿的是琵琶。表什么意思呢？表中道。你看琵琶的弦，松了的时候不响，紧了的时候就断掉了，要调到适中，音色就没了。所以这个乐器是表行中容之道，在佛法里面表中道第一义，中就和，唯有中和才能够持果，才能够持家，才能够持身。所以中和两个字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中跟和，是因果的关系。中是因，和是果，唯有圣贤懂得用中，什么叫中？不偏就叫中啊，用心要正，不可以有丝毫偏斜，那就失去了中和了。中这一个字就是真心，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八德，八德里头第一个是忠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维系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而不至于坠落，就是这个精神。所以我们古圣先贤懂得这个道理，中国古老的教学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今天我们国家民族为什么这样的衰微？实在讲，是将祖宗几千年的教诲的纲领原则疏忽了，没有重视它。我们仔细去想一想，这个教学的原则好不好呢？伦常，伦是五伦，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所以中国古籍里面找不到团结两个字，
团结名词是从外国传来的。中国人无需讲团结，为什么呢？五伦就是团结。基本上就是坚固的团结。常五常，五种常道决定不能失掉的。失掉啊，那就不是人了。这五种常道，仁义礼智信，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就是这个纲领啊。由伦常发展为八德，这是达到最高峰了。十国天王用的什么自在方便？实在说就是这个道理。在佛法讲五戒十善，在中国讲伦常八德。我们今天对全世界宣传，不必再搞其他复杂的，这个社会够复杂了。生活在复杂社会里面，我们对复杂的会厌烦，所以物极必反了。今天人需要什么？学简单，越简单越好，越明白越好。净宗学会的成立，我们在修行纲领上只学了五个科目，简单的，大家容易记住啊。唯有你记得住，你才能提起关照的功夫。也就能想得起来啊，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想到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与五个科目相应，我应该做；与五个科目相违背，我不应该做。这叫觉悟啊。该做不该做，那叫修行。今天我们没有法子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原因是我们根本不觉悟。我们提倡多年了，还特别印一个修行守则，把前面五个科目详详细细的列出来了，后面再附录无量寿经，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重要的教诲。我们一共录了100条啊，但是根本是前面五个科目。有没有认真？去把它记住呢？有没有认真呢？讲的对照自己的心行呢？没有做啊，没有做，那你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
要真做啊，我们的修行守则很简单呐，很清楚啊，根本的根本就是孝亲尊师。真正学道的人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别人做到做不到不是我的事情，我自己有没有做到，天天反省，时时反省，一定要做到相应，真正做到相应，就如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念十念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你的德行与西方世界诸上善人相应嘛，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在十法界里面，受生原因是什么？诸位一定要懂得，这个里头没有人主宰。不是说阎罗王送你到哪一道去。上帝送你到哪一道去？不是的。是你自己造作的业力。业力牵引你去的，正是《易经》里面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你们聚集在一起的，一定是志同道合的。我跟西方世界诸上善人志同道合。他哪有不去的道理啊？你跟天人志同道合，你一定升天。你跟恶鬼志同道合，那你一定到鬼道去。所以是培养你自己的志趣。这个是佛法讲的业力。佛道、菩萨道是敬业，转生到那边去的。我们的心行不善不净，想祈求净土，祈求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李炳南老居士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真正能去得了的不过是二三人而已，不是你想去就去得了的，你要具备去的条件呢。持国天王是护法神的首领，他头一个教导我们，负责尽职。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我应该尽的职责是什么，我有没有把我的职责做好，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选择的行业，是佛教的传道啊。我们选择这个行业，佛教是教育，我们选择做一个义务的社会教育工作者，这是我们的身份呢。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经教，奉行经教，为人演说，这是我们的职责。其他的是附带，不是我们的正业。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正业做好。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份，都有他本分做的工作。只要他自己在他自己本位把他的工作做好，社会是多元的，一切众生互相合作，互相尊重，互相敬爱，这个社会决定是安定繁荣，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是佛陀教育的目的。持国天王代表这个意思，这哪里是迷信？不明了这个道理的，以为学佛的人拜偶像、迷信，社会上误会佛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呢。他为什么误会呢？我们佛弟子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佛家仪式表法给大家说清楚啊，所以才产生这样严重的误会。我们有责任呢。我们没有尽到自己责任，所以叫这么多人产生误会，这么多人的时候毁谤造业，这是我们的过失。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是佛的好学生，是你父母的好儿女，你应当接受佛陀的教诲。认真努力，宣扬佛法，破除社会大众的疑惑，帮助他们断疑生信，信仰佛法绝对不是信仰一个人，不是信仰一个团体，而是信仰真理。信仰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没有必要，信仰佛法这个团体也没有必要。真理，做人的大道理，处事的大道理，
你要不要学习？要不要接受？有智慧的人服从真理啊，伦常道德是真理啊，无戒十善是真理啊。我们在每一个宗教教义里面都看到，基本的大道理，人人都必须要学习的。传道的人，自己本身要有高度的修养。我们在此地看到持国天王，这算是神众了啊！他所得到的解脱门，只要加上解脱门三个字，我们就晓得这是诸佛如来的化身。不是凡夫天王，凡夫哪里得解脱啊？他从什么地方修行正果的呢？就从护法修行正果了。为我们显示，无论什么身份，无论什么行业，没有离开你的身份，没有离开你的行业，你就在行业自己本分行业里面认真努力去工作，做得圆圆满满，你就成菩萨，你就成佛了。怎么个做法呢？《金刚经》上给我们提了一个原理：利一切相，修一切善。你的生活行业里的修善，你做的尽善尽美就是修善。你能够不着相，你就做佛做菩萨了。不着相，我做到尽善尽美是为服务一切众生。由此可知，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会的人法法皆是啊，不会的人学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问题你会不会啊？会不会用心？会不会做人啊？用心要用忠啊，忠就是真诚啊，就是亲近，就是平等啊。我们写的这个十个字，那个中啊，圆圆满满的包括了啊。你看你的心要不中，你就有偏了，偏就不平等了啊，偏就不真诚了，偏的幅度要大了，那就变成邪了。邪的幅度再大，就变成恶了。我们看这个时钟，十二点正中啊，一点钟偏了，三点钟邪了，
六点钟饿了，所以菩萨懂得用钟啊，懂得用钟是佛。华严经上讲，化身大师他们用钟啊，他们用真心。我为什么不用真心啊？用真心就超凡入圣。啊，用偏心，这是菩萨声闻缘觉。啊，用邪心，六道凡夫啊；用恶心，地狱众生。持国天王。手上拿的琵琶就是代表的时候教我们怎样用心。啊，要用钟啊。钟的效果是和。古圣先王。啊，你看中国。中国的老百姓称皇帝为圣人，啊，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圣什么意思？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的人叫圣人。他有智慧，他有学问，他有见识，他有道德，这称圣人。尊敬圣贤，服从圣贤，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啊，读书，读书的目的何在？志在圣贤，不是志在功名，不是志在富贵，不是的，志在圣贤啊！啊，读书无非是希望做一个明白人而已。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在佛法里面说，明了性相，离世因果。中国人称圣贤，佛教里面称佛菩萨，佛是圣人，菩萨是仙人。名称上不一样，义理上完全相同。圣贤人用钟啊，对待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物，决定没有偏心。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万缘放下了，他真放得下了。放下就得自在了。放下是对自己，对别人要服务，热心的服务，认真努力的服务，不是把那个工作放下，那你就完全错误了。该放下的你没有放下，
不该放下的你放下了，这个错了。我们在经论上读的很多，佛菩萨慈悲，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应是去帮助他了，为他服务啊。那服务这个事情没放下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哪里放下呢？啊，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啊。其实他放下了，心底里一尘不染，决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东西放下了，所以清净自在啊！为一切广大群众服务，不疲不厌。为什么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自在快乐，这是用中的效果。自在快乐是自己的受用，真乐。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利他了，自利利他，觉心圆满了，这就是无上佛果。我们读这个经文，怎样向持国天王学习？我们要懂得，持国首先是持身，儒家讲修身，修身首先要懂得修心，诚意正心。你们看看，诚意正心不就是忠吗？正忠啊。六道凡夫没有办法用众，能够不邪就算不错了，这是六道啊。会用众的那都是佛菩萨成愿再来的，为什么呢？只要他用众，决定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给诸位说，一定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我们很明显的体会到，他们用心呢，还是有一点偏心，偏的幅度不大。相似的用众啊，也就是接近众啊，如果我们用时钟来做比喻，正中十二点，
是如来果地，偏差一分等觉菩萨，偏差两分法云地的菩萨，偏差三分九地菩萨。你用这个方式来体会，你就晓得法身大师接近正中啊，所以还是算他中啊，用中啊。到十法界的四圣法四圣，这些圣者，这是相似的用中。天台大师六界佛判他们是相似即佛，判华严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叫分证即佛，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真的用这个真心呢、四圣法界里面用心，还是用实心？实心用的纯正，接近真心，它不是真心。为什么呢？他见思烦恼虽然断尽了，也就是执着没有了，分别又存。那个分别的念头虽然很淡薄，没有干净啊。如果分别的念头完全没有了，干净了，它就超越十法界了。自自然然的超越，不带一丝毫勉强，也不需要人帮助。所以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弥陀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这才能往生。一心说，一心是真心的。二心就是妄心了。所以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一心不乱的人。心不颠倒。这种人生到西方，是生到哪一图了？给诸位说，十报庄严图。生到那边去，就是法身大士了。净宗祖师大德常常赞叹呢。不用修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呢，一句弥陀就超越了，超越三大阿僧祇劫，超越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个阶级法身大士，他圆满成佛了。我们为什么不肯用一心？什么叫一心？这个一不是数字，你要认为是数字，那就错了。数字有一，一定有二。这个一是表发的。所有一切妄念通通都没有了，这叫一心呐。
我们还有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算不算一心？不算一心。但是是非常接近一心，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你用心呢，那个正中十二点呢，你只偏差一点点。这个往生西方世界，这是这个十报图啊，上上品往生呐。对凡夫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因为叫我们一个念头都没有，我们做不到，决定做不到。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我们压都压不住啊。所以佛用这个方法叫我们念阿弥陀佛，以一念断一切妄念，这叫真功夫啊！实在讲，比禅宗殊胜呐，比禅宗容易啊！宗门常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起不怕，为什么呢？无量劫的烦恼习气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自然会起现行。这个现行起来不怕，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这叫真正念佛，这叫真会做功夫不管是善念恶念，通通用一句佛号压下去，让你的心永远住在清净平等觉里。清净平等觉是自性弥陀，决定不能把清净平等觉破坏了，失掉了宗门常教人照顾话头，我们用得上我们时时刻刻照顾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叫会用功除了自己认真努力修学之外，自己要晓得我学的是什么，我修的是什么，我目的何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还有什么闲工夫去管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自然没有了请你管你也不肯管了上古时代我们在历史上念到许攸，请他做国王，他逃躲起来，跑到深山里面 躲避起来了。别说小事，请你做国王也不干呐，请你做天王也不干呐。只有一桩事情，我们随缘去做，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转迷为悟，转恶为善。这叫化他了自行化他如果我们所作所为使别人更迷惑，使别人误会更深使别人产生恶念恶行，我们就造业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身的行为、口的言语，就要想到，
是不是会叫别人造业？别人看到了，听到了，你给他做造罪业的正上缘，你学佛还会有成就？只不过在佛门里面种一点善根而已。这一生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该怎么堕落还照样堕落，你没有办法救自己啊！你不解如来真实意啊！对于佛经典的教诲，正确的理解认识，这种人实在不多。唯有正确理解明了，自己才真的会回头，自己知道怎样修，怎样帮助家人，怎样帮助一切众生，自己不能契入境界，做不到啊。自己没有成就，要想帮助别人成就，这佛在经典里常讲，无有是处。我们要能体会得佛菩萨的教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就是修行，处事待人接物就是用功，先学着会用心，常常想着清净平等觉，常常念着清净平等觉，这样才能够护自己的法，先护自己。清凉大师注子里的好啊，摄受，他摄受的内容也是讲的纲领。这幅逆顺多端。逆境是与我们自己心愿相违背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我们不喜欢的，这是逆境；顺境是我们喜欢的。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好恶啊。有好恶，想想看，是不是堕在分别执着里面？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那么自己就要肯定自己是六道凡夫，我现前的心是轮回心，我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轮回业，我用轮回心造轮回业。
先要觉悟啊。我怎么能够脱离轮回？啊，口念弥陀没有用啊，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口念弥陀只能够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这个缘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你把轮回心转变成菩萨心、菩提心，把轮回业转变成菩萨业，那一天呢，你就能往生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彻底放下。啊，这个叫摄受这福，这是对自己的成就。啊，所以我们想想现在现前的环境，东西方古往今来很多人讲啊，世纪末有灾难啊，灾难有没有？灾难没有现前，预兆我们看到了。啊，念中国古书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啊，预兆什么呢？看社会大众，这些人想什么，念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就知道了。他所想的、念的、说的、做的是善，这个社会前途是一片光明啊！种善因得善果。如果大众所想的、念的、说的、做的不善，前途是黑暗的。劫难是不能够避免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遇到这个环境好不好呢？好。好在哪里呢？逼着我非用功不可啊，我要自己不用功，决定在这个灾难里面呢堕落了。三途有份呐！啊，我们很清楚、很明白，觉悟到我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我不怕死。随时随地可以死，随便什么方式可以死。我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有好的地方去啊。更殊胜的地方去，他怎么不欢喜？啊，所以这个环境对我们未尝不是好的修行环境，逆增上缘。啊，
成就我们自己的大业。下面一句善巧应机，这一句是帮助别人，巧是指的方法，方法巧妙啊，让一切大众欢喜接受，那就是巧妙。世间人有巧没有善。我们学佛的一些同学很善没有巧。菩萨了不起啊。菩萨善中有巧，巧中有善。这样啊，应一切众生之机，普度众生呐！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帮助一切众生，诸佛菩萨帮助众生的方法教学教导他给他讲解，给他说明，说明内容，地桩大事情，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这是救急。所以我们看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全心全力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个三样东西真叫简单明了啊，可以救劫难呐！印祖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菩萨早已经成佛了。道家慈航示现菩萨身，谢助阿弥陀佛。他不是普通菩萨，诸佛如来化现的。他的教导不会有错，奇迹奇理，有没有放弃净土呢？没有，最后只归净土。你看《安世全书》，它里面有四样东西。第一个部分，文昌帝君应之文，内容与感应篇相同，字字句句都是讲呢善恶的标准。首先要懂得善恶标准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要把恶看作善，把善看作恶，那你就颠倒了。教你断恶修善，你搞颠倒了，把善断掉了，天天干恶了。
你就大错了。啊，第二个部分，万善先知，特别强调善恶里头的杀，杀生的。不杀生是大善的，杀生是大恶。我们虽然没有杀生，但是常常破坏别人，障碍别人，嫉妒别人，嗔恨别人，这个念头都是杀机，都是不善的。你能够翻过来，爱护一些众生，帮助一些众生，成就一些众生，大善。所以善恶都在一念之间。人往往为了自私自利伤害别人，其实他完全伤害的是自己。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绝对没有伤害到别人。如果我们有能力伤害别人，那因果定律推翻了，那诸佛菩萨都要来拜你做老师了，他们做不到，你能做到？我们学佛人明白这个道理了，别人来伤害我们，我们被他障碍了，我们心里想，不是他障碍。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有障碍，他不破坏，我这个事情也不能成就，自然会有别的原因，如果命里真有的被人家障碍掉的时候，你不是把因果定律推翻了吗？那哪有这个道理呢？不可能的，由此可知，伤害别人其实自己造罪业，是伤害自己。如果别人是个聪明人，他感谢，为什么？你替他消灾了，你替他消业障了，那就真的他的业障啊，你把他拿去了，他的业障消了，你的业障加重了。你说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情？自己天天增加业障习气，替别人消灾，别人爆掉了嘛，他自己在造作嘛。我们要把这些理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定要学恒顺，要学随喜，我们见到有些我们很熟悉认识的，比如法师去接受个道场，没过几天听说他离开了，为什么离开呢？在那里跟大众不能相处，人家请他去的诚诚恳恳的，欢欢喜喜请他去，没住几天呢翻脸了，赶他出去了。为什么不能够保持最初的道心？不懂得随喜，不懂得恒顺，古圣先贤常常教我们，我们忘掉了，
听从别人的意见，没有一样事情不顺利，叫别人听从自己的主张，决定坏事。你确实有学问，有道德，有智慧，别人虽然很愚痴，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会随顺愚痴的人。何以见得？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不就随顺我们愚痴人吗？他的智慧究竟圆满了，德行没有一点欠缺，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完全随顺我们，我们才接受啊，我们才欢迎呐。这个事情是个长时间的工程呢，不是很短促的呀。慢慢跟我们相处、解除、劝导，让我们自己觉悟，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自己发心向他学习。佛菩萨都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自己不会学，那有什么法子呢？自己会学，跟哪个人不能相处呢？人与人相处是世间第一大学问。别人说这个人不能相处，你能够跟他相处，你就是有智慧的人，你就是有德行的人。善巧应机，这就像文章是一个总题目啊。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真诚尊敬，这基本原则。我如果不是真诚的尊敬别人，只希求别人呢要尊敬我，你决定失败了，你决定是做错了。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得到人的信任。人家对你根本不信任，你怎么样热诚，怎么热心，他拒之于千里之外。你纵然是好心、诚心、真心，也产生不了效果。那么如果要想得到别人信任，你自己一定要用清净平等慈悲。要有耐心，要长时间的感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舜王是最好的榜样啊！那是真正的菩萨。舜王那个时候，佛教虽然没传到中国来，我们仔细看他的言行，他是真正的菩提心，是真实的菩萨心。他是一个标准的、道地的、不见别人恶、
直见自己我。他没有看到别人不是处，只有自己反省检点，为什么别人讨厌我，为什么别人不能接纳我。每一天认真反省，改过自新，终于感化别人。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是只见别人恶，见不到自己恶，怨天尤人。你看我这样好心为别人，他们还来埋怨我，满腔的怨恨不平呐，这怎么能成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以爱心帮助别人？如果你要遇到像于坚毅那个造神给你一诉，你一身毛病都跟你说出来了，你的那个善心是假的、虚伪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能感动人呐，虚伪的是招人嫌弃。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检点，不知道改过自新，一昧求助于外面的境界，哪有这种道理？岂不闻佛法成内学？佛法用功夫是用内功，内功是自己呀，不是外境的。所以总结东方天王，你看这个清凉大师给我们的注解，这幅逆境多端，这个逆顺多端，这是自己自行善巧印记是化他，自行化他都做得很圆满，如理如法，你就得大自在了。这话回过说回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要知道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做的是什么，我们这一生当中日子怎么过，方向在哪里，目标在哪里。人只要能确定自己人生的方向跟目标，努力精进一定可以达到，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凡是障碍你方向目标的，你要懂得回避，决定不能被人误导，什么是误导呢？五欲六尘是误导，名闻利养是误导，这个东西摆在面前，心才一动，你已经把你的方向目标偏离了。你要想达到你人生的目标，对于这些事情要小心谨慎，知道这些误导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引发你的贪嗔痴，
凡是引发你烦恼的，叫你丧失正念的，在佛法里面叫魔障啊。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意思你懂吗？道高一尺，就是我们每天在此地研究讨论、读经、研讨。我们每一天在此地两个小时啊，这是一尺啊。魔高一丈呢？除了这个时间之外，你所接触的都是教你动贪嗔痴的，都是诱惑你搞贪嗔痴慢，搞名闻利养，搞自私自利，那个一障啊。我们修行不能成就，就是这一尺不能保持，不能够坚守。跟外面的人事物一接触，完了，这道心立刻就没有了。依旧是搞三途，依旧是搞六道。所以你学佛学了一辈子，希望成佛往生，结果去不了，到三途六道去了。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今天真正的善知识慈悲教诲我们，为什么叫我们不要看报纸，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啊？连这些东西扰乱我们的身心，扰乱我们的正念，除这个之外，还要到处搞交际应酬，还要到处去接近这些人人事，就比较更糟糕嘛。甚至于还到处打听人的是非长短，这个造业就更重了。他不到地狱，谁到地狱？所以《了凡四训》《于经义》《于造神记》，我们天天要念呐。我们所犯的过失比他重啊，我们在学术修养上就不如他们。他们的过失我们全都有，他们的长处我们没有，他们有救我们没救啊。所以佛菩萨不来来了也救不了我们，来了我们也讽刺也讥笑他，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这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自己要认真去反省去检点当然最好能够学持过天王用中这个字里的含义，无尽的深广我们一生修学大成，没有不成就。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嗯。